哎，来了，你自己摇歪了，没事，还要把钱。哎，我是不是给它扣下来了？哎，压个脚步，骗一下他。哎呀，他咋不上当啊？怎么从这边来了呀？逃跑了，害怕我给他寄律师函，明智的选择。在追谁呢？在追祭司呢？哎，这个病患的名字叫颞膝跳入什么什么，然后病患死了。啊！这什么？滚呐！我知道这病患叫什么了，这病患肯定叫颞膝跳入我的心。完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哎，聂西这么玩是有什么深意呢？聂西，哎，26号家族又新添一员，这别人测去测视力，测的都是5.0、4.8、4.9，你测出来是2.6。聂西去医院测视力，然后医生刚测完，然后医生转过身来，郑重的跟聂西说一句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聂西。”然后不管聂西怎么问医生我的视力是多少。医生的话永远是那一句：“很高兴见到你，聂西。就你们月亮河的这个箱子里，全都是灌了你们月亮河的浓核废水的破香水儿，喷了之后全都变异了。这教授就因为喷了你们这个香水之后变异的这个大聂西。这边得卡个耳鸣去救一下这个祭司啊！但是我们要卡这个。”地图最角落，因为不能给他的耳鸣了，要让他认为这边没人，然后让他把他调走，我们救祭司啊。但是我怎么知道那边有没有人呢？这个祭司为什么一直不发信号？完蛋了，耳鸣被看到了，我要死了！你现在发监控人转移目标有个屁用啊！监控人都到我脸上了，你才发监控人转移目标，你怎么不早发呢？这个队友的单排队友全都跟死鸡一样。别人玩的都是祭司，你玩的是死祭。单排的队友永远不发信号，六鬼不发信号，被追不发信号，换追不发信号，守尸不发信号，然后不守尸也不发信号，什么信号都不发，那个信号就非常金贵一样。不知道的，以为坐在狂欢之椅上冥想呢，其实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了，好像他真的走了，哎，有点一语成谶了。那这边只能去找地窖了，但是以我的运气，这个地窖。绝对在最后一个地窖刷新点呀！欧什么欧啊？秀鸡，辣酱试试能欧得了的吗？哎，过得好啊，过得好，过得好，好欧好欧，好过好过好过，玩得好啊，玩得好啊，牛仔，这不拖了非常多的时间啊，很关键啊。那么这样我们上挂基本上就三台机了。哎，网易，你游的网比屠夫的红光都红。我们这边得往外爬一会儿，不能着急交这个自己。交完这个自己，他把我们打死在海边，没有人来摸我们。然后这把被烧死了，该非常的危险。OK，这个时候应该就可以交自己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是。啊，屁股上真的没有了，史诗级削弱。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会碰慈善家了。哎，躲躲躲，慈善家太好玩了，这个门还没有开呀，好像把鬼子带到了门的脸上，不太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去别的地方赴死吧。棒棒，这个应该不是走丢的吧？哎，但是我依然想说一句，角色正确。啊？说什么好呢我？镇定剂，
戏。我挥手跑了。吉吉国王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哎呦，拉拉国王，我也不会辜负你的。来，博弈。哎，年轻人不要心急。哎呀，还好好能扯下来。哎呀，你给我盖这边了，那我就得往这边走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拉腿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，对对对，我有一个绝妙的小计划，走走，我们去坐车。走走，嘘，别说话别说话。这个苏坦之魂应该不知道我们在哪儿，只要我们能把他骗过来，我们这把就有一个美丽的小三出。快蹲着，快蹲着。哎呀，这苏坦好像来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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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起心跳了，应当是来七点半场的。哎呀，掉小珍珠了。历史太好玩了，哎呀，我甚至在翻，哎，我当着你的面翻，好玩。